地震都第二晚，嘛咧足认真咧，甲咱即信息讲话，咱大家上听知。个张天军甲阿兴啊，伊嘛是安尼讲吼，所以今日咱会场第一遍的班吼，也有遮济咱的乡亲会当来分享咱来做美国的一件代志吼，啊，咱来感谢遮媒体啊，对咱这个代这个这件的这个支持啊，我嘛讲几句话吼，我拢无介绍着我家己啦。啊，其实大多乡亲啊，大多熟悉啦。咱今仔这个林志坚控诉美国的案件说明会吼，啊，下摆红皮的就我来。啊，拄啊，咱咧首都就咧讲吼，这个咱七月七日上诉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文件，这就是用英文版啦。啊，咱是改英文版的。这当由咱，包括由咱林志坚博士来讲。咱第二位咧。来邀请张三金张老师，伊是叫中国啊，了爱酷型的，了爱热带，了爱歌的，伊是。